大家好啊！如果有朋友呢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我们这个工业软件的安装问题，以及什么它这个使用中啊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呢，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啊！我在视频的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福利，好吧？我经过了很多天的努力啊，一次性的给你们解决这个软件这一块的问题。大家好啊！今天呢又是虐心的一天啊！这么多天以来啊，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软件安装的问题啊。今天呢我统计了一下，从早上到晚上到现在啊，又有十几个人在问我啊，宇哥，我这个软件为什么装不上去了，是吧？各种报错，还有装上去了我为什么老是闪退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同学在问，哎，老师啊，我这个软件装上去之后呢，我这个 X-T 的图档为什么导不进去啊，一导呢它就报错，是吧？一串英文。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总结一下啊，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来想一下，这个我就拿 Pomio 软件吧来打个比方，好吧？其实像什么 UG Signature 是吧 ，Mascam 之类的都是一样的。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软件它的出生地是在哪里，你们知道吗？这个不用想是吧？是在工程师的电脑里面，对吧？工程师电脑里面他用的是什么环境？用的什么？是用的正版的 Windows 系统，懂我意思吗？这里我就要说了你们，我不是说所有啊，95%以上的同学啊，他都是用的那种 Ghost 版本的 Windows。 什么叫 Ghost 版本就是那种简化版本。这种简化版本啊，只适合什么只适合你家庭打打游戏是吧玩玩 Excel 聊聊天，看看电视，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当装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工业软件的时候呢，它就有问题了。这个工业软件啊，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的各种框架、各种命令，对吧？工程师在开发它的时候，他会考虑到你这中国人啊，去用这种 Ghost 系统吗？他不会的，所以他只会适应这个 Windows 这个正版系统的这个环境打个比方什么，你让一个是吧青藏高原的人把他到我们这个江苏的这个低海拔的地方，他会干嘛？他肯定不会缺氧，他会干嘛？他会缺氧是吧，他也会晕是一个道理。我们低海拔的去高藏新去那个西藏高原干嘛？会缺氧，对吧？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以前说过我们装这个工业软件的系统最好是什么？是一个完整版本的系统，不要去装那些 Ghost 版本Ghost 这个怎么写的？就是什么简化版，不要去装那个简化版这个 Windows 这个 Windows 它开发的这种完整版的非常好用，我的电脑呢就是的就是用的这种完整版本非常好用，非常的丝滑。我的电脑呢还是我看哪一年买的是大概六七年了吧，这个电脑非一点都不卡，很丝滑，对吧？而且这个电脑呢配置也不好是 i57 系的，加上什么1050的这种显卡都是一点都不卡的，很丝滑的。所以呢，你们不要担心会什么，有的同学他会担心我装了这个完整版的系统，我这个电脑带不动怎么办只要你不是十年前的电脑都可以带得动，懂我意思吧？它会只会更加丝滑，对吧？人家那么大的一个公司还考虑不到你这个问题吗？人家会出一个系统让你的电脑变卡不会这样的，好吧？那这里呢，我一天要被问十几二十次都是那种很奇怪的那些问题我从业了大概不到20年，我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问题，对吧？我人都被问麻了，好吧？今天呢，我给你们感谢你们关注我是吧，我给你们整理了一下这个怎么去解决你这个一次性给你解决掉这个系统的问题，好吧？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一次性的全部给你解决。首先我们是这一个什么盘源的装机系统它装的系统是什么完整版的，像那个 Windows 公司的完整版的系统，就是我现在用的系统，非常的好用，对吧？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没有，一点额外的那种不应该有的都没有就是它的网站是这样的是吧，官方的
官方的什么原版系统，好吧？啊，一键安装的非常简单，只要你会按个开机键，啊，都会安装，好吧？就这个。然后什么？你安装完之后呢，你就下一个那个叫什么的驱动总裁啊，驱动总裁或者什么驱动精灵，你都可以啊，你随便啊，包括这个系统啊，如果说啊这个鱼哥啊，我不相信你是吧？你可以去干嘛？去 Windows 官网自己去下那个原版的系统去安装，好吧？对吧？不是说我推销这个网站，或者说我推销这个安装系统的这个小软件啊，对吧？啊，我人家看不上我啊，我还没有这么大的名气，等我有个几十万粉丝呢，可能会有，是吧？可能会有人来找我。这个安装完之后呢，你去下一个总裁或者精灵啊，驱动精灵或者驱动总裁，去把你电脑里面的所有驱动全部打一遍，懂我意思吗？啊，全部安装一遍，然后完了，这边有个激活是吧？激活 Win10 的这个小工具，你去激活一下，啊，我都帮你找全了，对吧？我已经被这个问题啊搞到我崩溃了啊。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么多工具啊，像 U 盘禁用啊是吧？还有这个局域网开启共享，还有这个关闭 Win10 的自动更新，对吧？还有什么关闭它的安全中心啊，系统文件修复啊，这很基本上这些小工具啊，都是我在这个联想官网上面的，去给你们找出来的啊，是联网的工程师啊，是这个联想的工程师啊做的，这个你们可以放心，好吧？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基本上你这些东西啊，能解决你软件98%的问题啊，又是这个装不上了，又是闪退了。又是这个装起来啊，这边报错了，那边有问题了，是吧？啊，你按照我这里面给你来一遍啊，完全可以 OK， 好吧？啊，一次性给你解决掉，我已经被握麻了，好吧？那个还有什么？就是如果哪个朋友想要的话啊，直接到我主页里面看下面介绍，好吧？看下面介绍，关注一下，然后直接留言这个系统两个字啊，留言系统。留言系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吧？啊，自动发送的，到我这个头像的啊，到我头像的这个下面有一个介绍嘛，是吧？这边的头像下面是介绍嘛，啊，你们自己看一下啊，关注一下，然后自己去留言系统啊，自动发送，好吧？啊，不要，兄弟们不要再私聊我了，好吧？我后台已经炸了，我真的没多少时间去回你们，一个个去回，那就先这样，好吧？